教孩儿孝敬父母的重要，教子行道，虽老不偏。真二十二比六。家长，儿女耶和华产业，胎国赏赐，诗一百二十七比三。爱丈者，增其子；爱之者，必责之。真十三点二十四分。为耶和华则有信，其子必有必难。真十四点二十六分。及妻交如子，勿使辱魂气。真十九点十八分。于系于子，然成丈必使远之。真二十二点十五分。不可不管教儿，为你若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棍子打他，救他的魂灵离阴府。真二三一三到一四，丈让治之，独留其子，以愧其母。真二十九比十五，教孺子则息辱，他必然使你的灵魂感到乐。真二十九比十七，辱所有儿女，接受耶和华训。你儿女平安必大。以赛亚书五十四比十三。责者，常得其杖，使足得欢。责子者，必乐其乐，必喜其知。训子者，忧愁愁，在其有者必喜。其父虽死，若不死者，以其有若其身者也。其生也，见之则喜，死之日不忧，留一报仇，将报其有。过世子者，必恕其创，心肠每一哭不安。未破者马会固执，疑己者任性。溺爱孺子，彼必畏辱；与之戏，彼必忧辱。不与同笑，免辱同哀，免得终切齿。不以年少自由，不以愚顺息。及其幼也，伏其相，讥其邪，恐其顽也，为而仇之。教儿子，伏其劳，免其淫。希拉书三十一到十三。儿童，孝耳父母，彼耳日于耶和华耳神所希耳必有。出埃及记二十点十二分。我儿，休轻看耶和华管教，不倦其教，主所爱者，教也，主所爱者，教也。由父之所习子也。真三一一到一二。所罗门真，智者乐父，拙者忧母。真十比一，从乳父，勿苗如母老。真二十三点二十二分。乳为子者，主礼从父母，礼然也。孝于父母，一戒也。彼尔无事，彼尔受考。以弗所书六一到三，为心孝父，无忘母忧。既汝所生也，彼为汝所为，汝安能报之。希拉书七二七到二八。儿，你父亲，听我说，听我说，你可便平安。以父圣子，母圣子，孝敬父者，自赎罪也。孝于其父者，必喜其子，其导也必蒙垂听。言父者受，顺主者必为其母所畏，畏主者必敬其父，事其亲，由事其主也。言行孝弟，使弗如汝。以父之助立男女之家，而母之咒诅，根除根本。吾为汝父修，
以汝父之汝，非汝之荣也。荣自其父荣来，如母者，汝诸儿也。我儿，求你助老父，休教他仇。若其理解力败，汝等忍之，当汝昔力以复时，不轻视也。以汝父之解脱必不忘，反欲加之以告汝，非恶也。在你患难的日子，他将被纪念，汝罪亦必容，如情卵中钉。弃父者，若毒人，召其母怒者，为神所咒诅也。希拉书三一到十六。或教无二，彼今哭泣，彼将来想之。若不管教无二，他们现在会想，但将来哭泣。童子，无国之来也，老去无纪律，无邦未来何？成人之所有坏习惯，皆在其子之时不得究教之坏习惯。须仰畏爱顺上帝啊，我拿了一块活的粘土日复一日而微成之岁月去复来那是我盼望的丈夫，他仍然穿着早期的印象无不能一也。